一直在说。我有的是，属于的。不像你之前，你吃羊肉那次，你一直在吃，那个是你真的一直在吃，你都把羊肉都吃完了。那、啊、我喜欢你说的时候，嗯，没了。我说我喜欢你说的时候，哎，哦，多说呗。啊，这句话我也扎心。为啥？你刚说那我多说呗，就很不情愿的感觉。我以后一定多说。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些照片显得特别成熟。朋友圈吗？不是，今天看的那些照片。你说哪些照片？相册。显得很成熟。嗯，就是我说后面几个，就很成熟。那个是你吗？哪个？照片里的人。不是我是谁啊？我亲孪生兄弟。真的好不像你，像你哥。真的，哎，真的吧？确定吗？那就是你哥吧？你发现我有个哥哥？你长开了还是长瘦了？但是那些照片呢，跟你小时候特别像，现在也不像。因为我现在比以前瘦太多了。好，瘦点，帅点。嗯。你刚开始不喜欢这个毛衣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一看这粉的，我说哎呀可别，然后我就第一反应，但我没说不好看，就我对颜色我都挺喜欢那种比较艳的色，就我对所有颜色感觉都还挺不错，但主要紫色跟我特有缘，我高中是紫色，大学也是紫色，然后就是我连穿八年紫色，然后再加上哎女人们恋爱这期又是紫色，然后第一天你也穿过紫色，我觉得挺有缘的。我是觉得特别好看，就是好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的，就韩剧里面都是这么这样。到了吧？到了。哦、谢谢。我衣服拿走吧。哇，这么好，谢谢。你穿上，你穿上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抱着它暖和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给我个拥抱吧。我不行，不好意思。好吧。我不好意思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拜拜。